陈浩民版包青天，夺大陆网路电影全年度亚军。陈浩民饰演包青天，力破妖界阴谋。图新城传媒，20001804.18。资深港星陈浩民2017年在大陆网路电影大丰收，他第一季仙女孙悟空形象称霸网路电影，年末又在《青天降妖录》中化身包青天，才上映一个多月变成优酷网全年度亚军，累计至今破4700万次点击率，甚至一举夺下第九届澳门国际电影节网路电影最佳男主角。青天降妖录故事讲述包青天穿梭妖界，寻找杀害妖王的真凶，不料与伙伴公孙无策被卷入横跨妖人两界的阴谋。陈浩民在戏中的搭档阚奔奔，在去年大陆夯剧《人民的名义》也压了一脚，这次扮演包青天的助手，二人处处抬杠，被网友称为探案 CP。陈浩民的全新包青天令观众耳目一新。图新城传媒，20001804.18。陈浩民演出古装类型的戏剧早已驾轻就熟，过去更以技工一角红遍中国大江南北，不过当《青天降妖录二》上档三天便缔造破500万次的点击率时，陈浩民依旧吓了一大跳，但开心表示看来粉丝蛮捧场我这个版本的包青天。